干嘛？是你要吃的，跟我没关系啊。你这点小胆儿怎么了？你儿子想吃个面你都那么害怕吗？真把你吓怕了？一朝蛇咬，十年怕井绳吗？王小飞既帅过已被大 S 关切，张兰笑亏你这点小胆怎么了？出来了是不是？睡觉吧，老婆子们。隔着屏幕都在撒狗粮。汪小菲和老婆 Mandy 刚从欧洲度完蜜月，接着回台湾直播带货。干嘛？是你要吃的，跟我没关系啊。弟弟说他要吃板栗面，我在烧着。好吧，是他要吃的，我可没强迫他吃啊。那王心颖跟我一半好不好？好，那他跟我一半。就他自己想吃的啊，我没强迫他。不过弟弟是我看过小朋友是最能吃辣，最能吃辣，而且他巨能吃辣，很爱吃辣。王小飞急着甩锅的行为，网友纷纷猜测是受到前妻大 S 私下叮咛，笑他是被大 S 搞到怕了。阿布张兰听完儿子被笑，也 keep 不拍影片唬王小飞。弟弟昨天跟爸爸在画外音。抢火锅酸辣粉，你看给他爸爸吓的，他说不是我让你那什么的啊，说的可是你自己愿意说的，你这点小胆儿怎么了？你儿子想吃个面你都那么害怕吗？真把你吓怕了？一朝蛇咬，十年怕井绳吗？这可不是兰姐的性格，你有什么怕的？行得正站得稳，你儿子要吃个面你担心什么？你退一步你就是悬崖万丈，你忍一时就是惊涛骇浪，懂吗？是你要吃的，跟我没关系啊。